哦，摇快点，很慢呢。好了，等一下，闭嘴。摇，好啦，可是摇，我是1.92哎。哎、欸，重开吧，重开就好了啊。摇，干嘛干嘛？干嘛啦？这没事。我是1.92哦。OK。好，等一下哦，给你们 ID。那第一次打到那种，不玩，你们分两队好了，这样伺服器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啊，分两队哈。分两队。嗯。嗯，警告高 CPU 使用率啊！我被警告了、欸，我的 OBS 警告高 CPU 使用率怎么办？你的 OBS 警告，被记警告啊！我被他不喜欢你，三关小过，没关系，我也不喜欢他。嗯，要走 IP 对不对？巴德丫丫，我知道。哎、欸，瑶，你这 IP 跟上次一样啊？啊，对啊，没问题啊。对啊，我是固定的、啊，固定的、啊，固定的，固定的，固定的。已经两场没有玩完了。不要那么哀怨好吗？干嘛呢这样子？1.92哈。对。不是法师，你要打这里的。哦，对。把他们全拆了。那么快？有了，我进来了耶。Yeah。哎、欸，什么？还好我就信了。What the fuck？ 不妙！笑多久不敢进来？对、欸、他不敢过来。你这样拆掉下面的地图，不会那个吗？没关系啦，这个就只是个金铲而已。哦，什么？要被碾了！哦，摇摇掰。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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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上次体验过那个。过去一点。No! No! No!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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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点。好烦哦。过去一点。等一下哦，我是不是要给那个啊 ？OP。对对对对 ，OP OP。我帮忙死掉了。安安，感谢追追。阿进，你要给哦。OK 啦 ，OK 的，好，麻烦你了，谢谢。全给了，爸。你叫谁爸？你。我们还是连着。跑出来啦。连着家。快跑出来啦！进去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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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进去一点。哎、那個欸，我到站到地板了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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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了呀？我拉不起来了。我抓住我的手，我想抓住，扯下去。你要抓谁的？抓住我的手。我的手，谁要抓谁的？死了，拜了。我什么时候下去？死了。好，他自己下去啊，下去。小多久？小多久？他进去了。打不到。哎。哎。哎。好恐怖，我这不能踩。踩不完。离你们远一点。哎、欸，全部人都进来了吗？一二三四，要快，要是不是少一个啊？是不是少一个啊？兔子不玩啊？啊？兔子不玩？当他就说两队啊、嗯，没关系啦，其实。两队，因为现在我没有开台啦，就不会那么卡了。下去、啊，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我要玩那个1.9 bug。好，红蓝大作战嘛啊、哦。啊，不行，要这样子。等一下哦，天雷。好、啊，最下面。嗯。1.9 bug 啊 ，bug。嗯。等一下，我又被黏住了。你猜就知道了。嗯。这什么东西啊？1.9才有的 bug。啊？哦，这什么？我没事。你说弹跳，然后变到下面。啊！那要这样子吧。啊！机车，等一下，都上不去了。好，这样滚。我怎么变在屋顶？在屋顶。大概。不愿坠落，不愿坠落。哦。好恐怖哦。我在屋顶。知道我那时候就是想在 UHC 玩这个。你说让别人下面就被卡住。这么拽，我发誓败了。就下面就是到岩浆啊然后勾引人过去踩啊，这边放那个十字压力板就好。勾引人过去踩，对啊，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勾引人，
然后看先看到哪一队这样子，然后在他面前蹲下蹲下蹲下，嘲讽他们，然后看得超想踩了，好不好？救命！那要怎么分队？要怎么分队、啊？一样啊，上面一样，上面你已经分好了。太贵，已经分好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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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有 TP， 先每个都先上来吧。我在屋顶。那个米线灰顾是干嘛？那就 TP 们干嘛？哦，好，垃圾丢完了。阿静，你在做法吗？好了，那就姚先抽了。好，我先抽。蓝的。蓝色。好，下一个。法师，繁星。我啦。繁。哎、欸，为什么？穿走了。白痴，那边乱放。有人把地图放进去了、啊。我被无视了。啊！同事你还没上来啊？我说我在屋顶。哦。你可以 TP 回来，等一下我帮你 TP 一下。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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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救了，有了救了救了。啊！我救太慢了。然后换饭桶。耶！你叫我饭桶，好开心。饭团，法师。饭桶啊！叫我饭桶，我很开心。你确定真的是？要啊！我们同一队。啊！要多久？抽手剑了！你真的不见得、欸，白痴的白痴哦！再一次，抽好来呀！输了啦，不用抽了啦，剩红色的啦。全红的，剩三个，这就是三个红队。所以剩下是我跟谁啊？菜渣还有我来安了 ，Go！ 不用啊，都剩红的啦。嗯，剩红的了。对，然后还有一个没抽啊。哦，队友谁？繁星法师。哎、欸，里面作假啦！假，交给你们了。哎哎哎哎！哎，里面太夸张了。里面是怎样？啊，坐等 carry。啊，那我们就一样是独占模式哦，是三个获胜。哎、哦欸，你要不要开夜市？然后会有夜市消。要夜市啦，夜市好恐怖哦。啊？我现在可以买章鱼烧哎、欸。What the fuck？ 好，那就、OK 了，那就重置地图喽。好。好，我还在喷红石，独占哦。那个喽，嗯，玉三家还是小火狐可爱？小火狐是什么？就小火狐狸呀、啊，那只火狐狐的，然后是火球鼠吗？不是啦，哦、这张地图哦。好，开始哦 ，Go Go！ 哎、欸、哎、欸，等一下，我还没看啊，嘘，啊嘘，去，啊嘘，啊 shift， 嘘嘘。有鸡蛋哦！我看哈记的头像，好不舒服哦。哦，看哈记好不舒服、啊。你怎样？怎样？你怎样？哈记，你现在看到什么东西？菜渣，我们有沼泽地，然后有雪山，然后有沙漠，有石头山。我只看到菜渣穿小的衣服。你有看到羊吗？羊哦，有牛，有猪，有羊都有。这个树苗是还有狼吗？僵尸，僵尸，僵尸。我们需要羊啊！这里是什么？我被卡在地底下，我什么都看不到。一个湖。还有树、橡树，还有石头跟石头和石头，还有羊。哎、欸，你刚刚说的沙漠在哪里？你先打羊，你先打羊，你先打羊。远处看得到吗？我现在我已经跳下来了。羊到最后，我们应该，我帮你打下去。哦，我停下来了。哦，我们可以马上做一个东西出来。什么东西啊？哎、欸、哎，不已经作弊了？没有没有没有啦，我是看到了啦。哎、欸，别出去去。那个，待会山背上那只。我动不了。哎、欸，为什么我又是跟喵哈一组？好讨厌啊！我没跟你一组啦。哦，没有。哎、欸，帮我敲木头，帮我敲木头。我、啊。你是怎样？你看成谁？没有没有，對不起看成繁星哦、喔。不是，我真的看错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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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以为我是红色啦，我以为我是红色。好顺哦。好顺哦。是不是？你看不开台。不是，是因为只有两队啦。不开台差很多。欸、小左姐，我先做工具台。然后你以后不要开太好了。What the fuck？ 机车哎、欸，我要往下挖吗？啊，做出来了，蘑菇汤。给你，给你，你一定有木棒。更新一下地图。我要往下挖喽。巨石，巨石，木棒吗？巨石，巨石，巨石。哎，哈记，哈记，哎、欸，我们工作台有了吧、嗯？这给你。还没，还没。啊，我知道你要做什么。OK， 我马上做。就三块毛。毛不用了啦，做出来了。啊，这么快？对啊，去挖那个。哎、欸，不是这个吗？
我做错了吗？不是，他们先做了。啊，他们先做了。嗯嗯嗯。那你们现在在做？好烦哦。什么树？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僵尸木树苗。我在往下挖。OK。耶，这鸡好可怕。啊。可是我往下挖，挖挖什么？铁。铁。瓦砾。黄金、红石。黄金、红石。那个饭团，你去打那只牛。不要。不要。你打牛就叫你饭桶了。我本来就是饭桶啊。好，饭团。我觉得這比刚刚更嘲讽哎，怎么办？我想住在这里，这边是冰原地形，我不接任务了。有点冷。哦，不对，我干什么？算了，没枪。谁去帮忙种一下小麦？又有兔子耶！我要住在这里。完了，瞎了。我找到大便了。为什么我找？忍住。我要住在这里。他是一组。这里好棒啊！饭团，你有空帮忙农耕吗？没有，没办法。可以的。不能啊。然后你不是要皮？饭桶。你要找甘蔗。这会是我最后一次叫你饭桶哦。嗯。啊，甘蔗做书，你现在要我农耕还是要皮革甘蔗做书？我可不可以一次做一件事情？你要我农耕还是要做书？你看，做书啊，就是有这种人，就是有这种人，这么会使唤别人，出一张嘴玩家，对妹，键盘3000K，键高手，不要这样嘛。然后好了，我只委托你这样就好了，我们只要赢就好。哦好，我们只要赢就好。这个哇，这愿望也太大了吧，好拽。能不能做玻璃？嗯？我都打不到种子啊，啊也找不到甘蔗啊。甘蔗在那边打嘞。法师那边吧。来硬的。挖到很多铁，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那个叫什么？那个锅炉。哪来哪了？锅炉？锅炉是什么？锅炉爷爷吗？锅炉爷爷。吵死！或者是做漏斗，对，那个锅炉来不及了。哎、什么？这什么？没礼貌。锅炉哎，不是那个漏炉、漏斗、漏斗、漏斗。锅炉漏斗啦，锅炉锅炉怎么做？做出来的啦。那个哦，個你们真的是我拿到苹果了。哦，是摇是摇哦。打一个树叶就有了，这么好？哇哦！原来我的正，我刚被 TP bug， 我的正下方有废矿。赞！那我们可以，我。可是锅炉要怎么做？围一个鱼，一个注音的鱼。你把羊羊咬死了。注音的鱼。狼儿。谁啊？然后嘞？我看到狼把羊羊咬死。不对，矿车上面多一个，多的多上矿车上面。不讲话啊！还有矿车，好烦哦。没有啦，他是教你怎么摆啦。矿车上面再多摆。我的队友，我要把狼杀了。好，拜拜。因为他会咬兔子。啊，小僵尸啊！僵尸咬他，咬他，咬僵尸。咬僵尸 啊！你弄那个字母 U 啦。玻璃瓶啊！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快死了！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好厉害！他不是一只僵尸。好厉害！哦，这一群人、啊。应该有看过吧？《冰原历险记》。有。哭了。我要回去那边。这是我的声音。说想要苹果，真不吵。请你喝杯饮料，何语？你们在干什么？好厉害！刚差点可以做那一个。嗯？那一个？想到你上次跟巧克力玩的时候，难得能做到一个什么 TNT 矿那个矿车，被我做走。难过。我是在讲，因为那时候我在等桌球，奇怪怎么那么慢？算了，我先做好。
为什么要提起来？也还好，因为巧克力马上就做拿到用嘛，我要巡抚嘛，去吧，拜。今天繁星是来观光，拜托我有做东西好吗？好，跟你讲嘛，有皮革啊。好。可是你巡抚他就没办法拿他的皮了。先杀了他再巡抚他。哎、欸，拿什么？蛋，好快啊！蛋，一个走过去，哎、欸、有鸡，哎、欸、有，不、哦，这匹马怎么那么硬？哦，原来这这么近的地方，啊、我刚刚找到的那个不见了，是不是？这只王要怎么拿下来？给不给玩啊？要拿剪刀，哎、欸，剪刀，不让你玩，不让你玩，七比二哎、欸，真的要出海了。哎、欸！哎、欸，不是，哦，我呢？哦，没事。A 什么啊？可以再说。两个怎样都 A 啊！哇，好大的废矿啊！天哪、啊！哎、欸！啊？干嘛啦？好嗨哦！好烦哦！觉得哇，他们哎有三块箱哎、欸！赶、哦、快，赶快，赶快！有没有命名牌？我要怒吃这个苹果！三块箱要敲掉吗？没有钻石，可以不用啊。你可以从旁边的墙壁挖，偷开箱子就跑。哎，就是九喵他才做的那种。这次哦，那你那你来，你来，去哪里？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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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你来，你来，来来来，你来，哈基是要去哪啦？去哪？去哈基，哈基，哈基。嘿嘿嘿，来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来来来，你来，来来来，来箱子。哈基，嘿，为什么你们做没有跟我讲？做什么？蘑菇当，那个是饭团一开始做的、啊。哎、欸，对他一开始他就讲了吼。我没在听的啦。那是我们第一个做出来的东西耶、欸。因为我现在第一个啊，干嘛自己讲话啊？喂、欸。哎、欸、哎，我的木头嘞！哦哦，吓死我了。哎、欸，为什么会有毒蜘蛛、欸？打蜘蛛啊，有蜘蛛眼呢、欸。对对 对手。对啊，你怎么一直帮对手啊？啊，我跟他，我跟他感情好。哎哎哎哎，认识哦，哎、欸、没有经验、啊。有素云是会有什么啊？啊，血绿宝石，有就有绿宝石，绿宝石什么？绿宝石，哇哇，不是挖它附近附近没有，找那个看有没有峡谷，那个杜鱼与绿宝石为食。哎，有谁能更新一下地图啊？哎哎哎，做什么？哎，明命牌吗？明命牌，明命牌，明命牌，难道明命牌？明命牌，这厉害，原来是明命牌，我一直都念错。明命，哦，要，我剩半格血，自杀。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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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附近看起来不像有绿宝石、啊，这是我的。不是，你要挖附近，现在就到处逛，就那个地形。或你看看峡谷有没有？加加加油！波浪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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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的斗内啊？好像是我的。真的吗？有，哎、欸，那个冷色我不会不妙。哎、欸，法师都没在做事。我在逛街啊。哎哎哎哎哎！对，我不会染呐、啊。我帮你，我帮你。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不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个颜色到底怎么染出来。红加你要什么颜色？青金石加红色染料，罂粟，罂粟，罂粟。很好，没，通通没有，耶、yeah。哎、欸、我差点能做仙人掌。是不是？不是。你是要不要爆炸、啊？你做了什么？快爆啊！绿宝石啊！爆、哦、爆了！哎、欸、哎、欸欸！搞多久挖那么辛苦，你都不讲的。欸、等下难得又找、欸。对哦，我们是同一队哦，对不起，对不起。哎、欸、哎、欸，真的忘记的人啊，都这样。做到东西吗？哎、欸，这废矿超级大哎、欸！哇！太狂！要扣队友啊！哎、欸，你废矿现在你就那边要的也只有蜘蛛眼啊。哎、欸，我刚刚有捡到苹果，超级大、欸，之眼，那有罂粟了，之眼，就之眼，哦，谢，
冲啊！哎哎哎！我回溯了呢。那个那个摇摇摇，然后不要开台，我没有开啊。哎，不行啦，我忘不了。要火药粉。哦，哇，哎，这他们是不是有点作弊嫌疑啊？然后等一下，我在拿东西，我在开箱哦。那个怪物在旁边，你先不要关台哦。我就没有开没。好多苦力怕。开始，我来要冒险喽。没有开啦，你有病啊！你有病啊！有毛病。哎、欸，到底在 A 什么啦？我不知道，就想 A 一下而已。我一直狂绕圈圈，然后一直绕回苦力怕身边。哦，被咬到了。你不是开那只苦力怕、啊？哈记，你还在重生点附近吗？对啊。哎、欸，可以跟我讲一下丛林遗迹里面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吗？丛林遗迹哦，半线沟，半线沟。这个怎么看了、啊？哎、欸，我有了。你就往地上一直挥拳。哎、欸，我是对手哦，要相信我。所以阿纪，你讲，真的啦，真的是半线钩，半线钩、哎，没有玩过这个了。其实我从来没有玩过的。啊，然后里面没什么东西，真的不用去啦，我相信我，真的啦。我害怕。好，你去。其实我有一个控制，有三个控制杆哎、欸。嗯，那控制杆不用理它，就是、你直接把墙壁挖爆就好了。对，把墙给。为了这个东西，我要在这边暂时答应。啊！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要？哎，好烦哦！刚刚有人不是开始生蛋了？蛋不是已经拿到了？你在干嘛？你要做南瓜派哦？想干什么？我已经有南瓜了嘞！是完成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发现我又找到一颗绿宝石了。大家都累到不能再，就只能哎。人生遇到不如意的事，快哦，阿基，做了什么啊？地下的我可以用吗？没有。哦。OK， 一直能吃蛋，快 ，OK。发现刚居然没弄那个超大的绿色染料，哎，废矿也太大了吧？没有去杀人的。追平呢？好厉害！哎、欸，你们开挂喽！没有了。都这样子。刚刚也有鸡蛋。但刚刚不说。对，刚刚不说。说了也来不及了，那只小僵尸。到处都是古力派。为什么这里会有尸体？这是谁的尸体分装了、啊？我的吗？太渣了！在杀我的吗？你在哪？你在废矿？我的！你在废矿？快点烧那个东西！哪个？那个我烧掉了。啊，烧掉了。嗯。哎、欸。没更新啊！我更新一下。啊、哦，有了、欸。迷路了。对哦，硬硬的哦。我的东西在哪里啊？丛林遗迹好可怕哦！哎、欸，斗内没开都没有跳出来。我吗？对啊。有吧？豆豆。没有没有，我刚刚有抖都没有跳出来。超过。太夸张了啦！也是我。搞什么啦？好恶心哦！现在还有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我知道等一下我附近要升过来，我好害怕哦、喔，你还是不行。要输了。做了什么？这做了什么？刚刚谁做了什么？哎呦！那个就遗迹也有很多黄金跟红石。What the fuck！ 哇！哇！哇！我上次只有骨头跟腐肉、欸，哎。也有。好吧，你看我没说谎。啊，所以，那我也不用拼这个啦。机车哎、欸，我先找到黄金的你。你。好，欸、我要吃，我要吃。有人找到了。都要吃。有。哦，我找的。刚刚才看到。我可以开乖乖吗？所以我在地底下还要干嘛吗？我也要。废矿。你有青金石吗？青金石是蓝色那个吗？嗯。对，蓝色的。对。还没看到。
你要带我跟他红花去做那个紫色染料。我被围殴了，怎么办？打回去。双十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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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死！不要死！你这啥鬼啊？我东西很多哎、欸，不要不要，拜托不要！不要死！留下来或者我很大，留下来或者我跟你死。我靠，你死了！这么快死了！惨了！在地下矿坑、欸、拿到蛋就死在这里，迷路了。我又找到那个铁矿洞、啊欸，找不到要的东西。你真是啊！至少给我一颗蛋吧。不要，你不用啦。哎、欸，我不用。我们不用蛋吗？我们要做南瓜派啊！我有蛋啊！你有南瓜了？我有南瓜啦！哎、欸，没有糖啊，糖呢？糖呢？我有，糖我有，我也有。等一下，在哪里？我坐标给我，我要开台喽！我要开台喽！快快开开！莫三嘛，坐标莫三嘛。我有金子了，干嘛？你上来采红花，我又拿到红花了。红花是玫瑰虫吗？我觉得我们要输了，觉得要输了，应该也可以。你把它分解掉。等我一下。按团你会不会打坐标？会啊，莫三码就好了吗？念出来就好了。啊，不用打。耶！我中出来了。地下矿坑不能钓鱼吗？可以啊，你要水啊？有啊，我在钓啊。要水源哦，源头哦。哦、嗯。好啦，好可怜哦！你要拼满吗？啊，你们要拼完哦！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耶！哎，我们赢了，赢了！因为蔡他做出紫色燃料啊！哎，我还找到金苹果哎！耶！那个哈记，我更新地图，你直接拿我那边丢的南瓜好不好？好。啊，怎么一个回神就？你丢了吗？还没。就结束了。耶！我做出五个。哇！为什么我刚刚菜渣台有人讲不好听的话？你去看看有没有捡到啊？没有，没捡到，没捡到。我的南瓜，对，南瓜还我。算了，你过来我。好多哦！天哪，那么多东西。你试着找到我吧，我把自己埋在地底下。好大的废矿哦！哦，讨厌呢。死啦！南瓜在哪里？没有南瓜、哦，那我再试一试。哦，我的天！耶！蓝色的花弄出来只是粉，有看到吗？蓝色的钻石斧现在是不是比较痛？有了，拿到了。OK。伤害。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啊？哪个东西？那个哦，你要放线、啊。这样我不怕死。为什么要在这？有人做出来了啦。什么时候是？没有啊，我们只是开箱子而已啊。全满了，全满了，13、12，对，全满了，做完了，做完了。我示范给你看，你要干嘛？没有啦，他问半线钩怎么用啊？哦，我想看，我要先看，现在 TP 你屁呀、啊，你最好是要看啊，我真的没看过，可以 TP 吗？你那个自动钓鱼机没做过？我以为你说你丛林一击，我以为是野生的丛林一击、哦。哦，你没看过？没有，我没看过野生的丛林一击。真假？我想说要看，哎呦，还以为是有野生的可以看。我想看看野生的这样就会有什么的，会怎样？让你们都回来了，我还要 TP 才能回来。这全部是对吧？所有会出现的东西，就你经过会有东西喷出来啊！啊，丛林遗迹线就是这样子原理啊。哦，我刚刚在旁边挖墙壁，我觉得好可怕，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哦。哦，为什么是我被飞走了？线烧掉了。对不起。有人抖五妹没看到。哇，对不起，还有兔子抖的。哇。现在嘞，再来，还在来吗？我那重开一下地图。我应该不行了，我要上班了。我也想休息。老人，那我们剩下的来决定 game。
好好 ，OK。好，那我符先关了。好。不要你不要。那你们先加油了，我先休息。我也差不多了，啊、我去弄宵夜了。饭团。哎呀，怎么行？完了。让人够。被自己吓到，对不起。Building 该要玩多久？哎，那 Building 该大概玩要快可以很快。你要看盖的当初那个人。你要看我们要不要玩限时。如果十二点半以前结束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应该是可以。限时那一场可以限制一下。十二点半以前会不会太难？超难。不然十二点四十五嘛，好不好？那我最近在忙搬家，我早上就要很忙。嗯，好，那我先挂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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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不要扣一下？我这边挂掉就整个断了。好，好啊。好，拜拜，拜拜。嗯。啊？一场别的应该就结束了吧？不会吧？喂喂喂喂 ，Hello Hello， 喂喂，怎么你刚刚有七个？我开了。哎，嗯，哎，囧哥，老大，好，进去旁观。传说中的囧哥。菜渣 IP 一样吗？对，1.7.2。换一下，好，忘记了。点二。法师没有接呢。重开麦克。嗯，为什么？雨琦了啊。我记得。啊？我去洗澡。勇哥跑了，三个人应该不够了。现在只有五个人。我去洗澡。你玩完再洗吼。看，你这刚回家。勇哥兴奋哦。我们不会嫌弃你刚回家的。哼，可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啊。画面怎么这么大、啊？好不习惯哦。哎、欸，崩溃。反正洗得很快。等一下哦。已经七个人了吗？快猜。1、2、3、4、5，5个。你们不够的话，我可以的。那、啊、法师进来了，可以。哎、欸，他要挂了。哪里？法师可能要重扣哦。我扣他。哇塞，哎、欸，这个 building 我觉得很强哎、欸，饭团跟繁星都盖得很厉害。哎、欸，不一定啊，要看题目啊。我买快打，而且我没玩过这个。要来要 building game 啊！等下可能要跟我讲一下怎么操控，我没玩过这个。怎么操控 ？WSD 啊？就跟那个是哪个奖盖的一样、啊。嗯。啊，要玩的是彩金砖，对不对？等一下，我怎么1.172就打不开了？哎、欸，我换179看看。只是有人记得我们是第一届吗？太渣。30多，怎么了？好抽气了。32，这是32。我自己追了，还没追到32去，我还追到20几了。啊。嗯，只第一期、我不能盖东西。为什么看都看不到你们的 skin？ 因为你没有，你没有 OP。哎，是这样啊？啊，这么厉害？自己没有吗？没有啦，他是说不能盖东西的 OP 啊，看不到 skin。我觉得你有时候很奇怪，看你的台会看到一些隐形的人欸。什么？好可怕，好恐怖、哦。恐怖的。不是，就是有会有人家从空中往下掉的那种。会不会是你们的 skin 是比较新的、啊？因为我看菜渣的台，他是看得到我的 skin， 然后看不到你们的。嗯、因为我的 skin 是 1.3 就存在的 skin。哦，还有这样哦。我重开看看，我就没盖。就那个 skin 不是有那个？我像我 TNT 外面那一层就不见了。哎、欸，有了。我打不开。打不开，麦快。对啊，哪里？不是我打得开，可是进伺服器就断掉了。耶、欸！哎呦，进来了，会不会变到变到你？可能，也许啦，有可能。我，被排挤了。
QQ 生存模式，再进来看看呢。现在可以吗？下午我再开一张新地图进去玩玩看。不行，我连开地图都不行，我被自己霸凌了。不、欸，不、嗯，什么都不能放。麦快删掉，对啊，我也不能放。我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世界绝望了。嗯。嗯，这样应该可以吧？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可以啊。三十二节。有一个怪怪是，我不能放东西。这好长哦。不行。哎、欸。都不能放东西啊！OK OP 怎样？法师的强迫症发作中。这太长了，你知道吗？哎、欸，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还好吧 ？H。不行，旁边这个至少要不然就 T 一起伸长，要不然就是。可是 H 不是本来就比较长吗？嗯，对啊 ，H 本来就比较长。哎呦！被打掉了。有啊，这样比较舒服多。啊。这梯好，他会，哎、欸，这样比较平行一点好吗？长得很奇怪，有点，反正进不来啊。你要不要把麦克删掉重开？我没有那个。对啊，真的假的？你跟之前多多一样了。你知道去哪里删吗？不知哦，你说点麦克那边吗？对啊，那个地方。这样好吗？我里面有天空龙哎、欸。我把那个、啊。那可以备份啊，地图留下来啊。好，开始教我吧。对，地图好像在没有 OP 吧，还是哪里？我不确定。不然你就还要不然你就那个点麦块的前面加一个2啊、3啊之类的，把它备就是备份，然后再重开一次麦块，它就会自己下载新的。这样。哦，是哦。哎、欸，对耶，32怎么会是 TH？ 对。对耶，哈哈哈。DDS。好，这样开始包。好累了，太久没盖了。你说点麦块前面加一个什么数字啊，让它变成一点麦块，这样可以吗？之类的，这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把它备份起来。是 ND 是 ND， 不 ，Second ND 哦。你啊，为什么是82？好累了，82。为什么变82？哈哈哈哈哈！谁啊？变82。要三等怎样？完全忘记了。有了吗？繁星。我在下载了。好。嗯？觉得它怪怪的。密码多少啊？喵哈！你也被重置了吗？對啊、我什么时候玩到82阶了，我都不知道。偷偷玩的、啊。要忘记啦！不。好小啊！不然再看下去会越看越不舒服。咦，这边。怎么开始盖城墙？英文版，等一下哦，调中文。什么东西？英文版？界面。什么东西啊？等一下啦，我再调。哦，好了吗？哦，再选。啊！我好久没听到麦块的原声音乐了。被关掉很久了吗？下船关很久了。对，我怎么觉得玩起来都没音效啊？对声友好。掉下去喽！我进来了！耶、yeah ！哇，船会摔坏的年代，我已经遗忘那个船会坏掉的那时候。对啊，哈基还在这里啊。1.8 以前都会坏 ,1.9 之后撞了比较难撞坏。欸会撞坏吗、哎、会不知道。像四色地。至少现在。你看我们走路完成了。你快关完成。OK。好啦那我们可以开始啦。好了。有题目。怎么办有一个题目我想我想我看看。
欸，不要，什么？没什么，现在，啊，很多人今天参加我们玩个不限制的。好啊，你又要盖那个了吗？哪个？不限制。玩？我不好意思盖。不行，不能玩那种什么，我的题目给你猜之类的。靠！不限制反而不知道想什么。对啊，要不要限制？哎，你知道这里出题最雷的应该是法师。自述啊。我怎样？你妈。限制个。哎，断线了。自述啊。自述。几个字？晚阳在建筑物吧。在建筑物吗？有人推荐，有一个观众推荐我说，盖你现实看不到的建筑。可能是在卡里面，可能是在卡里面，就是类似上次那个什么艾恩格朗特之类的鬼，對對對對那种。哎呀，我天哪！建筑，或者是哪一个动画人物的家，或者是什么的。哇，这个等一下还要。哇塞，这个会玩到两点吧？对啊。真的，应该玩到两点。不会啊。我好像想想哎、欸，建筑还要限制数吗？玩什么？好了，所以题目是那个吗？题目是什么？不行，我现在好要去找了。题目那就是现实看不到的建筑，怎么样？不限建筑的范畴是只有房子可以。就建筑物啊，雕像、干啥？塔、啊、房子啊。哦，不妙！糟糕，那要什么东西啊？道德哦。上一次也有啊，德克斯特实验室啊，带出来了。这个好棒哦，糟糕！哎、欸，那次他们真的猜对了，真的是猛，还连续猜对两、哦。拜托，最后被雷了，谁在雷好吗？好啦，可以开始啦，兔兔。哎哎哎，哎、欸，兔兔离开。哎、欸，这波离开没差。错了，对不起。囧哥离开。我天哪、啊！囧哥不在洗澡吗、啊？我知道题目要取什么。囧哥的咳嗽声不是吗？我好了。哎、啊，囧哥来玩，进来啊！我旁观。咚音咚音咚。进来啊！囧哥被抓。1.7.2哦。嗯。喂！哦不！摇的那个 IP 是不是不能透露？不能。不能，他这个是那个不会改。我刚不小心固定的，不，漏了两次，我要去修。我的兔耳朵不见了。嗯。为什么？因为我兔耳朵是用那个、啊、衣服涂成。跑马灯太厉害了。外套啦。这三四。1.7。变成人了。对啊。变成一个金色鸟子的。突然变得好。哎呀。哎呀，有没有看到我后面写了什么？你还有残留？有啊，渣渣。有没有看到我后面写了？还有两个。有啦。什么东西？怎么了？没事，不要理他。哎、欸，我还没想好哎、欸，现实看不到的建筑。我就想好了。嘿嘿。我。刚刚苦恼了半天，才发现根本就是叫别人盖哦。这边想说玩了玩了，这怎么盖？不对，又不是我要盖。看到观众都水晶兵。好、啊、被出走了哈哈、啊、不能说了沉默之秋天啊沉默之秋太难了沉默之秋太难了那不算建筑再讲我就没题目了好那就哎、欸、我没过去了、欸、可以啊直接开始啊因为囧哥进来就刚好没过去了、欸、我没过去了、欸、没过去等一下我手上子我人没过去重开吗重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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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找到我家了啊重开了哦好吧但几雷哦薯条的家好了吗？是只要是建筑都可以吗？建筑啊，雕像啊，动漫里面哪有的没的、啊？真在现实看不到的。黄金美丽号啊！哎、欸，不对，其实想想，这好像看……等一下，再进来。等一下，好好好。啊？哎，苦。没事。好像看得到，可是又好像看不到的东西。妙、嗯，还差一个，还有一个谁？繁星跟马斯那繁星的兔哦，还在这边。那我要出葵花油工厂。
你要怎么盖？我问你。不，你不用盖，但是我们要怎么盖？我管你的。本钻拿几个蛋？至少有个 sample 可以让我们看吧？难不成要盖出你的 FB 页面？熊哥嘞？你看好了。出这个好像太……哦，建筑！算了，来不及了，没关系。啊，我有想法了。三十二届嘛。嗯，没关系，刚刚盖过一次了。对，有这个更可以出。兔兔，你先可以再帮我盖一下吗？不对，刚讲过的有什么？建筑。好了。刚刚有讲过哪些吗？哪些题目？所以我还是要把它盖好嘛。啊，对，麻烦你。OK。那我关麦喽。水晶兵啊！你们两个也太有默契了吧！同时打出来，你们在一起算了。这应该可以吧？希望没问题。可是出现好像太一般了，不妙。等你们，小鱼山。不行。笑什么？笑很大事，为什么笑？我就完蛋了。你该不会出什么进击的巨人那个吧？还不是那个真的。那个笑死了。我们不用睡了。我觉得我的很简单。有要限时间吗？应该不用吧，这个。这个限时间可能会很难盖。我们都是玩300秒。各种找线索，我正在。想一下。好。鱼竿工作室有多少人看不到呢？那是现实。那现实看不到的。对啊，要现实。真看不到。现实看不到啊，有些人也看不到。你看在场的，有谁看过呢？可是我们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啊。这个没问题吧？我要给下一个人盖啊。是这样的比赛吗？不安。对啊，他们反正是盖的人的问题，真的。再就是反正猜的人的问题。被 Google 的话会找到什么？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我要 Google 看看，不然像瓦力那样很恐怖。Google 一定要开的。建筑物是不是？找得到 ，nice。这个绝对找不到，你完蛋了。然后我记得这个有用1:1盖出来。我这个不知道行不行我蛮靠背的。要比靠背来咩？不要了。今天我整个是你咯。来了。呵，够。哎呦，我不敢开怎么办？我不敢开。哇靠！这个怎么盖啊？那个纸条不要拿出来哦。也太新了吧，这个建筑。完了，这个有这个，完全没看过。怎么盖啊？这盖出来也没有人知道吧？那谁出的？这盖归盖，可是好烦。盖归盖。盖。这什么啊？找不到。我声音听不太大。在当 building 的。我声音很小吗？5、6、7、8，我放方块声音好大声哦。这有什么盖啊？天哪，好大声哦！等一下，我现在，好，环境，干嘛？不是，现在没有新时间吧？我还在走。我现在在调音效，这现在就死定了。我这个盖出来真的很难。我快笑了。为什么大概猜得出来是谁出的题？是建筑？不是，我现在抽到题目，好可爱。好可爱。不会是我出的？觉得我的很可爱。我的应该不会可爱才对。一个很怀旧的东西。啊，我抽到的会想杀。你抽到是我的。我也是一定是抽到我的。好难啊，怎么弄的？这怎么盖啊？啊，就原来这样就好了。你们加油，我在等你们。你盖好了？哎呦，没有啦，我先按，可是快盖好了。男人不可以太快啊。那叫效率。哇靠！半团。没有啊，就是那种太性急不好嘛，对不对？饭团，
哎，你们不要想歪嘛，没关系。啊，你讲五项啊，观众。五项。项、啊、已经歪。天哪、啊！这怎么弄啊？天哪、啊！我得改变作战方针。小米，这个会我垮掉了，蛋掉，全部消失吧，你们！看不到，我的妈呀！哪里？这只怎么那么大？要买双萤幕的啊？让我才能一边看 Google 一边盖。哼，该买该买了，买了，生气。什么？啊啊！谢，这怎么盖？射掉的话，这应该比较适合。那、啊、你刚丢？哎、欸，等下爆雷的观众被崩，我不知道。啊，不管啦、啊。当 building。哦，你们好快、啊。嗯。还好吗？还想再修吗？不秒完全不会。拿错，不是这个。这什么鬼东西啊！这只怪怪的呢。小鞋哦，小鞋更奇怪。哎，小鞋好像好一点。哦，小鞋好多了。啊，对哦，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不用想了，就是没有。没有，没有。好了，好了，耶。就这样，完美，旷世巨作。听说台主英文很好 ，fuck you。明仔再装也可以啊。我在听。It's Steve。哎，真的耶。我的那个怎么不见了？我的 skin。哦、oh, ，应该没有强迫盖建筑物吧？对不对？啊？没有强迫盖建筑物？什么叫没有强迫盖建筑？不是建筑物吗？可以用议会的方式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议会？没关系，反正是猜的人的问题。好吧，你留给下一个人烦恼。嗯。哎、欸，有需要留名字吗？不用，不用，不用，那是小强才会用的。因为姚那边也是这种留名字，也会啊，对啊，我们习惯留名字。没错，我就现在是没有，我们是不留名的。嗯，我声音很小。我就现在留名一定会丢脸丢。你应该是那个，因为 Skype 最近有更新，你要去调它那个，不要让它自动音量。那什么垃圾啊？不是自动啊，而且我是拉最大。你通话那边有调吗？我是最高的，喂喂喂！啊，音效设定那边有一个勾，不要打。我知道，我没有勾，而且我是拉最大的。完成了，那跟 Skype 应该没关系。我剩佛堂哦，奇怪啊。好啦，我声音不要太大也好。
巴西系哦。你少讲两句啊。可口可。我现在要崩溃了。我设定一下音量。落地被我看到，一脚踩爆我的，没有了。啊！一脚就踩在我的地上，被我看见。啊，不管了，现在声音应该可以吧？啊、这什么东西啊？感觉你们很认真呢、欸。已经不知道在干什么。像我们闲的。比较怕是等一下不知道是谁、哦。剩三个。你就知道你多不认真。我也很认真啊。那精雕我的作品。真的假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应该剩两个人而已吧。兔子是关。观察，真的哦、现在五哥了，五哥当 building 了，应该是左九跟九哥。这样又比较好，骗我，骗你啊，骗我。快睡哦。还挺辛苦呢。嗯嗯嗯嗯嗯。哎，出现了。领先要谁嘞？忘了喝。开出去了吗？哦，好。哪里？纸条，纸条啊，对，啊对的，那太好了哦。现在丢雪球，好猛！啊，真的好认真。谁啊？我滑鼠真的不行了，不敢直视作品。哈，这样没对耶，不然就这样子吧。这个这样吧，这样有了吧。怎么失去连线？哎、欸，消失。我刚刚断线。哦，
这样等下可能会有。我看到我自己的分身。OK。希望不会有影响。我等下只是说叫阿扎安安就好了。嗯，这样就可以。晚安，晚安。哎、欸，盖好了。哎、欸，偷看隔壁的题目，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啊。哎呦，啊！哎，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花之力，这，哪边是正面啊？这我看得出来那个道具，可是后面的玩意儿完全看不懂啊！啊？啊？啊？这卡通我是看过，可是我不记得这是什么卡通的。要来来 Google 维基百科，我要来 Google。啊，随便猜啊。哇，我觉得那个是关键，可是我居然不认得那关键。我觉得它盖得很棒，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卡通，完蛋。这个好好多多有的感觉。我去 Google 一下，这什么东东啊？不行，我不懂。惨了，猜比盖还难。小写错，然后居然猜完了啊！因为我这个我想不到别的东西可以猜什么，这么好？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盖得很好，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卡通的东西。真的，这个看得出来它这两个玩意儿，可是后面没关系啦 ，Building Gate 就是要猜错才好笑啊！那后面在冒烟呢？嗯。这是什么、啊？盖的超好的，天哪！我想把那个直接移除收土。完全不是，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移除收土了。糟糕，我们是不是应该限定个什么？偷贼在干嘛？东西。好了，就这样，不管了。啊、不管了。我回一个鸟问题啊，回一个鸟蛋。我对不起盖德布隆。剩谁？剩两个人。冲啊！巴西系哦。走错边，走错边了。巴西系。很像。这到底什么东西啊？天哪、啊！完全不对。耶、yeah.。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啊？已经不是建筑哎、欸！哈哈哈哈哈！我想要歪楼哎、欸，怎么办？这完全不是建筑、欸！这最后三个字好讽刺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啊？欸、超高难度哎、欸，妙！这个东西 ，what's this？ 什么东西？哎、欸，里面藏了一点别个玩意儿啊！我以为这是里面有放别的东西，应该有人比我更坏。谁在里面放别个东西的？天哪，这要怎么盖啊？我歪了。天，这好难哦！好古老的东西哦。嗯。
天哪，这东西怎么，这东西长怎样啊？盖这栋有狗头吗？记得好像有啊，这种啊。安静。嗯。好小，怎么那么小？是不是不能写字啊？不能。啊，盖板。都是 CG 图哎，我怎么盖得出来？盖板了，随便了。赞赞赞赞赞！我又盖好了，好快啊！嗯，你的题目都很简单。赞赞赞，很难。P， 他说，对你们来说很难。啊？对他来说很难。嘲讽我们？你这不，我说的是在场的各位都是。热热。多久换一次花鼠？半年吗？你半年换一次啊？花鼠是消耗。哇，这假的？你花鼠好耐用吗？换下来，耐用，居然可以用半年。哇，你们三个月换一次啊？太夸张了吧！我这个已经用两年了嘞。我这一只？你那一只？对啊。啊？对，我的左键已经坏了。我最常坏是滚轮嘞。还不换？想要滑鼠，滑鼠只要按着，然后会自己连点的那一种。我已经有自动连点程式了，超赞、啊！你只要按着会连点那种，你打漏就死定了。还好我不打漏，我都打射击游戏，色情游戏。哎、欸，所以那囧哥，你有抽到序号吗 ？No。哎，我问问看吧。我没去报名，有多可以给你啊？哦、oh! ，这是我的声音吗？哎，这是我的声音吗？我被我的电脑桌划伤手收了。到底在蔡扎心目中，他是电脑桌的键盘是不是可以拉出来？讲话是要我们回你电，我觉得电脑桌好坏。他帮我妈妈擦，好痛，我的手。玩的不错。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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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讲。嗯，那我在干什么？我错，那这样才对。我已经锤掉两次作品而不妙。嗯，对哈、哦，有面数力达木，可是我还在吸手指头。你是小孩啊？是啊。好吧。感觉萌萌哒。嗯，要妈妈呕心沥血才会。我来画蛇天柱。
这边这个题目已经完全不是建筑了。我这个严格来说也不是建筑，而且它现实中应该存在。哦。猜得到有鬼啊！我天啊！有鬼啊！还没猜到，太完美了。不假，我结束了。现在要做什么嘞？不会吧？末将传信来。嗯，我们已经更改了你的戏码设定，真的是很鸡嗯哎、欸。哦，上面有人在跑来跑去。我知啊，这是我的救星，我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末将怎么会犯这么白痴的错啊？人家乱改密码，你可以不要让人家，至少不要让人家不能用啊。没到账号。没有到啊，就是打我的账号就可以 reset 我的密码、啊。那、啊、请问这样有什么意义？好玩吗？你又猜不到密码。啊，在场的，我知道你有在听，讲话、啊。在场的，你是说在场的各位？没有，我觉得他是有在听台。那每次玩这个时候都会有这种事。哎、欸，原来盖错了。还跟他晒，在盖什么东西啊？放，又要再写一封信去，这次要写什么？写脏话。嗯，写脏话吗？对啊，不然直接用他上次回我的信再回答一次。而且我跟你讲，你知道很好笑的是什么吗？我不是说我写过一封信过去给那个某讲，然后跟他说。就是有人会恶作剧改我的密码什么的，然后他们竟然把我的账号密码给锁定，不能就是你只要按那个 reset 那个你收不到信，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密码已经被那个了，就是已经被 reset 了，所以我的密码记不进去，我又没有办法收到信，然后害我还要再写一封信过去，超烦哎、欸。然后他把它解除以后，他把它解除就是 reset 了以后呢，我现在的密码又会被 reset， 又会被那个人 reset。去问一下他的逻辑，真是很烦、欸。ID 不能改了，账号 ID 啊？不能吧。I'm sorry to hear your problem. About your problem, unfortunately, as long as someone knows your email address that is used for your Mojang account, they can attempt to reset the password. Fuck you. 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只要有人知道你的 email 就可以 reset 你的 password. You could try changing your email address to different one. Really? 那你改一个啊。好，是我现在再去办一个 email。现在换。可是我记得不只是什么？我记得不只是那个啊，只要有 ID 就可以了，不是吗？Settings, Editor, Send Interest to. 安德，我的妈呀 ！Confirm Changing Email, OK。我吃到面苏利达姆了。那耗子吃吗？好辣，好凉。伤心了，我晚上睡不着了。把它当绿油精用了。Save。不让我睡，你会不会就此上瘾？完了，我要开始哈他了。好了，我改 email 了。如果账号再被改的话，我真的是……你们不要乱改
也就是说，我现在游戏只要登出，我就要再重新输入一次账号密码，真的是麻烦。哦，Verify your new email. Go. 多了一个角色，天哪！好了，这游戏真的是会把滑鼠玩坏。改 email 了。过，放马过来。再改一次我密码。发细细哦。等一下。快崩溃！你真的，我第一次玩的克隆崩溃。哦、我记得你每一次码都这样子。马吃糖。手机认证码。马吃糖糖。MyCry 的官网没有那种东西啊。啊！崩溃，冲啊！姑且那算是了。坏了。好了吗？剩下囧哥嘞，你是不是在雷我啊？你是不是在雷菜渣啊，囧哥？再加一扇啊，也不是不行啊。我都完全不像是一个题目。天哪，我想住在这里。哦。突然，太突然了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我好像知道是什么、欸。靠！我要直接猜了。哦，我重回，我重拾信心了，居然找到一个好眼熟的东西哦。啊，这是什么？我总算看到我认得的玩意儿了。啊！好乱猜。可是这个不是现实上看得到吗？我刚刚有抽到一个现实上看得到的东西。这什么？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OK。这好猛啊！这一看，这一盖就知道是什么。这好长哦！我天哪！这我就超妙的，我居然看得懂。好猛！我要给这个人100分。哇，这个超强的，连这个都出血了，这个再猜不到真的是出血了，出血。我猜的已经不是谁的建筑会有这个东西，完全没办法猜，就是现实看不到的东西。这个该猜的玩意完全变成配角了。我旁边的东西比较显眼超多的，我就是看旁边的东西来认中间他该猜的玩意儿。欸、等一下再猜啊、喔！我要改题目。我改题目。多久？不管了，不管了。有一条白色线，他都问到。哎、欸，这个等一下再放哦、喔，等一下再放哦、喔，等一下再放哦、喔。忍住。别急，别急。好了，好了，好了，我放好了。这个不是现实世界有的东西吗？哦。到底？你说猜猜都会变成现实世界的。这大问题是不知道这个作品啊。这太丑了！我天啊！隔壁怎么有人在丢雪球？丢回去！总哥猜太久了。哈。你猜了三分钟、欸，隔壁到底是谁啊？我看一下，你是不是你猜了三分钟呢、欸？不要急，不要急，急呀、啊，不急。
你今天这么安静啊，大家都累了吧？没有，我在玩雪球。我的精神就在赞叹，赞叹于这个作品。嗯，赏心悦目中。玩左九是真的。丢左九，好远哦。我放进去啊。好。好。好。这最后一盖。哦。哇靠，我不敢看，这太难了，这三，这什么垃圾啊？哎、欸，等一下，太难了。等一下，天哪、啊！我前面的人他没有猜好，我的题目是什么，你知道吗？纸。哦，有人没，有人把纸放上去，然后纸砸上去，然后拿原本的纸下来。对，谁啊？喂，那个是谁？请兔去帮忙那个吧，对啊，请他重猜吧。这也太难了吧！天哪、啊。这太简单了吧，纸，我丢一张纸出去了。这什么垃圾题？都盖不出来。当 building。什么？哎、欸，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难。超难的。好难过，难爆了。囧哥是你耶？什么？什么？你把你要的答案跟兔子讲啊！密我，你密我。我敲你。把纸交出来。来，你密我，我帮你。身上没有纸啊。啊，你刚刚没有打好啊，你密我，我改。好啦。啊。哦，重点是三字。这个答案。是。你。这要做那么辛苦吗？哎、欸，难哎、欸，不行，这太长了啦，难怪没有。你把那个空格都删掉。觉得这个题目有点似曾相识。把纸给我，我自己打一个给你啊。你可以拿出来啊，没关系啊，我帮你。你打了吗？我身上有纸哎、欸。那你叫兔子拿给我。东西完全不是建筑啊！我不知道怎么盖了，我没玩过这个游戏了。天哪，现在盖游戏，听到关键字、欸，难道我题目被顺利的游戏？哎、欸，我等一下，我两分钟还没开始盖，要等我。你不是都盖很快吗？我盖比慢，我还没看完題目。啊，我还没看到题目啊！别担心，好了。好，兔子有吗？看三个家伙，看一下有没有字。有兔子有字吗？有字点个头，没字摇个头。没字。哦，你是白痴你。喂，猜题的人的问题吧。这我怎么看是有字啊？我天哪，好丑。God。没有字。我送完这么大有字啊！字太多了。哎、欸，你字不能太多啦！你是猜太多字，你是冲啥？你可以猜十个字以内的啊。哎、欸，好吧，我已经把它删到剩六个字了。你在哪里？天啊，我发呆十分钟哎，好爽！可以，哇哭了啊！囧哥兴奋了，囧哥你又兴奋了，囧哥！哇，现在要等我跟囧哥喽！我快好了，我好快啊，这次。哦好，你好快啊！你好快啊！有我够带啊！总之兴奋了。
shit， 手拧起来了。啊。嗯。算了，拧起来就拧起来吧。想不到这个，这个没办法盖尖的东西。哇，好丑！我天哪。它中间真的是这样哎、欸，应该没有画错。嗯，兔子，你看我的题目啦！我、哦、天啊，这好惊悚哦，这个玩意儿，自己盖的感觉都怕怕的。哦耶，当 building。不管盖什么都是对的、啊、你要什么鬼题目、啊、我这个题目大概他跟他出了一个叫麦块差不多的东西吧该不会是我猜的吧有可能我好像大概知道是什么我不管盖什么都对啊一模一样大家可以看知道为什么人家是搞二头了吗？你是搞二头啊？他真的就是有那一条啊，不然怎么分？不投机。还好，如果使用透明色把这边变透明，然后确定，然后把它同时度调高一点，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叠上去，然后就会看到。一模一样。妹妹，后面画质比较低。哇天哪、啊！就只你看我题目，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干。好啦，等你们啦。这一期就快结束了。对，闹剧快结束了。哦天哪、啊！好了，就这样，这样盖了。姑且就这样呗。好可爱哦！天哪、啊，有点犹豫这一块，可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应该用个箭头？不然怕他们猜错方向。要猜这个哦。好恐怖哦，其实。应该不会。剩下喵哈跟小多久吗？对，小多久是那个小多久吗？对，就是那个小多久。还有另外一个小多久，不然还有哪一个？啊？哦，原来是那个千千万万。我觉得我还是把刚刚那个题目给翻新好了。我把它打成两张纸。我怕我家弄这边会突然消失哦。那你叫兔子拿给我。我 skin 是被你们恶搞成巧克力。没有啦。哎、欸，有可能可以用哦。算了，史蒂夫就史蒂夫。哼。古力霸头那些拿得出来吗？可以啊，这个版本有吗？1.7.2有，有，
哦，找到了。那我这纸的限度是多少？字数？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挑战过他。挑战？不止吧？上次饼干出了22个字啊你？22还23吧？那时候还有空白的样子。这个就复制不上去。你是不是有特殊符号，还是超过30啊？我刚刚打有一题，我打20几个，上次也上去了。他那个打了5行。五行？是你有问题了吧？哦，我可是你在哪里啊？先不要那个，可能要用那3张。帮你测可以打几个字？你要帮我放回去吗？嗯，30个字没问题。不能写字，可恶！不知道能不能再下去。不行了，30个字，刚好。30个全，60个字，30个全形啊。嗯，60个半形。嗯，60个半形，够多了啦。你是才超过30个字，你写的冲啥？嗯，另一半，另一半。我打到哪一个字，我自己忘记了。叔叔看一下有没有字。我说他是不是不是放的明天才卖？没有的，没有。啊，有。明天才赖，准备赖一下。哦，你这样我字都要改掉了哎，可恶。不会。你就摆在旁边，你摆四张。我打到字啊！啊？你还要打字啊？我打字啊！撞生词。谁在射白白的东西啊？喵哈、啊！那我的也应该这样子才对啊！我刚刚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知道吗？有回射回来了。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啊。好可怕！还是我有时间，现在把他们全部分开一点。而且囧哥，你这个猜的不是你，怎么会是白白的东西射进来？这样跑？囧，哎，小作囧，你还有一段时间吗？这样我还有时间改吗？你可以，你可以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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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让我改一下。抖下抖下，噔，好，改好一个了，还有另外一个。我女人在那边打雪仗。更诡异了，怎么办呢、啊？我觉得这样比较贴近原话。哎，我好了。是啊。
好好了。按哦。好，可以。喂，我的。哇，这是什么、啊？这好赞，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啊。啊？我以为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超赞，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啊。这是提示吗？啊？什么里面有东西？啊，电炮啊！吓的什么东西？啊？苹果、哦，这个超普通的。这是英文吗？这是，这不是字吧？那也不是字啊。完全看不懂，最后一题了，只能乱猜了哈。我乱猜。我靠！这啥球？这是什么鬼？然后他太高了、哦。哎、欸，我的雪人呢？死了啦！大太阳哎、欸，你在干嘛？嗯。第五个啊。第五个啊。三四四，哎，我还没好吗？我丢，那不是我啦！我说发现，我刚这边看是没有的、啊。我觉得这个可以玩很久哎、欸，哎、欸，我也看很久哎、欸，为什么会这么像？而且你知道最好笑，我那时候去补那个 UHC 阿静的视角，他从头到尾都叫那个法师反省，而且是连看着 Skin 也叫法师反省。可是你法师跟反省其实也蛮、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你知道他是看着 Skin 叫法师反省。欸、TP 吗？音乐，好惨。那个，哎呦，哎，掉了，发射器。不，他溜门。得用左键啊、欸、自首。我连什么？到我都还没到。把射击放回去了，直直直。哇塞！直。是什么？霍格华兹。华兹。哇塞！哇塞！这样看出你猜得出来是霍格华兹。霍格华兹。太厉害了！而且这个人这个人的题目一直盖反呐、啊。这题目谁出的？克莱芬多加十分。题目谁出的？法师吧，我出的霍格华兹，我出的。欸、我没有看、欸哦，为什么这个可以猜出、啊？这个怎么猜出？我盖的、啊，这是什么？欸、你盖的？不是我，我盖的。所以是喵哈盖，然后囧哥、哦、啊，没有没有，我出喵哈出，然后囧哥盖盖啊，我猜，然后你应该猜吧？你猜到了吗？霍格华兹，猜到了。加十分，你没看到红石吗？我要额外东西哎、欸！我、哦、天哪，加十分，为什么要红石？那个我真的我随 便拿一个方块，我也不知道，我太乱盖。过分。哎、欸，这霍格华兹盖超好，我一下就猜到了。我跟你讲，你下次可以拿木栅栏，然后上面点火把。我这样试过、嗯，这个很猛哎、欸，这个我一看就猜到是霍格华兹。哎呦，然后这样子，哈利波特里面那个饭厅。哦，对，这个感觉我对了。哎、欸，要这样盖啦。哦，浮在空中的，对不对？好像当兵的时候的西轩在吃饭呢。啊？太冷，因为我歪。吃饭吗？我靠，太屌了吧！营长坐前面。这三，我营长坐前面。
猜别人吗？一碗就好。这个东西，白痴啊！这东西猜得出来是霍格华兹？在哪里呀、啊？虽然哪一段啊？这是英文比较逊。这个桥，你可能需要盖个扫把。世纪帝国加英文比较炫炮。世纪帝国。这谁盖的？好猛哦！我盖的。世纪帝国，这个世纪帝国谁盖？小多久盖的？不是，这是后来是霍格华兹。世纪帝国。城堡房世纪帝国加上英文感觉比较炫炮。天哪、啊，霍格华兹一路到这边，变世纪帝国了。世纪帝国漏水。帝国漏水。我都不知道那个水是怎么回事、啊。天哪、啊，他可能想盖河吧，还没盖完、啊。嘿，木木笑哎、欸。哎呀，一。魔人舅舅的家。对啊，我抽到这个。舅舅的家。哦天哪、啊！你不觉得我这个题目很可爱吗？我天哪、啊！谁出的啊？这是他家没错啦，这个好猛哦！魔人舅舅家长的。他有家吗？他先盖魔人舅舅，然后一个家，靠。有这堆小这个小凳子，这个小凳子超强，好不好？我还把魔龙舅舅盖出来啦！哇塞，这个小凳子超强，是那三根柱子。魔龙舅舅啊，对，飞天小女警好秀。完了，飞天小女警怎么简单？飞天小男警，我觉得这飞天小女警怎么简单啊？你要看舅舅啊，飞低头，因为魔龙舅舅是重点啊。真真又恢复了一天，感谢哇，魔龙舅舅好可爱啊！哇哇哇，这个背影很赞。哦、是不是被杀？这个屁啊！我的这个好看，你会被靠腰。赞、欸、很赞，超赞。不会的，要看正面，还是看背后好了。那个花背後看花花的脸怎么肿起来？我要去背后，不要说这个是手哦，那是举手。拔完牙了。那是举手的话，他没穿衣服、欸。哦，这是手哦。为什么头发长这样啊？啊，你去看那个图，我贴到 Skype 啦。T 字。哎、欸，菜渣。狙击欺骗。什么？手的位置这样子会有两点呢、欸？不是啦，你赶紧给看，还有我刚贴的图，你看到他们的手都长在头上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画比较合理。今天小鱼精起飞，我已经有箭头，我指着小真村呢、欸，为什么要起飞？不是啦，那不是飞起来的东西，起飞啊、那起飞的那个。今天怎么看起来像起飞啊？那是高楼大厦。哎、欸，而且我本来没有盖魔人啾啾的。小鱼精超大。都是无聊才盖上去。好啦，下一题。木萧，我建筑我真的不行。木萧。第三题 ，IB 恐怖美术馆我没看过的是什么？我也没看过，我没完全看过。这谁出的、啊？这怎么盖啊？这谁？我靠！我靠！我靠！这超强的。这是哪里来、啊？这是哪里的那个？这是恐怖游戏。恐怖游戏啊！然后就美术馆嘛。声音好小。对很超强，恐怖 RPG， 我、哦、天哪、啊，这是猜得出来吗？有我猜到了，我猜到了 ，IB 美术馆，猜到了，你们都玩了，就只有我跟菜渣不知道。我靠，哎呦，你们都好厉害哇！那眼睛可以换成白色的吗？好可怕，他眼睛看起来看电视看很久啊。现实没有的，不能打字，我还画叉叉。现实没有的，没有的停尸间。啊、我天哪，这个他妈的不知道怎么看，为什么是停尸间？这也太白话了吧！哎、欸，我教你盖停尸间，我教你盖，我会盖。为什么里面为什么这些 TNT 里面要放那个很奇怪的东西？他是排的人骨头。哎、欸，法师，我教你里面埋那怎么回事？法师，我教你盖这样子。对，因为他说现实没有的，我就想说拿 TNT 应该不会有人想要一个随时爆炸的停尸间吧？咦嘞。然后第二个第一个那个人怎么回事？他长歪了。第一排的第二个，人家是什么？放久那些都歪掉了。天哪！等一下，最后猜的。我真的不知道猜什么，我真的就。猜什么用 TNT 盖的？现实没有的，完全不知道怎么盖。载体。怎样？决斗者王国。决斗者王国，决斗者，哦，决斗者王国嘛，啊、我出的，决斗者王国，是完全看不出来啊，这是什么？我就随便找一张图来盖，这是什么？四十五度角的、哦，所以这个是卡片。哦，我看懂了，天使的骰子，是骰子，哎，对，是卡片，超像的，天使的骰子，是天使骰子哦，我好厉害哦，帅哦，这个完全猜不出来，这个看猜得出决斗者王国吗？
只会猜一些天使的材质什么的。不是最决斗者王国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那个啊？小蜜蜂的家是一个地方。我整个盖都一盖。小蜜蜂的家是什么？好可爱啊！变小蜜蜂嘞。你们看角色猜什么？现实至少会有了。他家是蜂窝蜂窝变小蜜蜂，超强的。那听我讲，做工。等等，左上是第一个得到的资讯，然后第二个24秒之后才拿到的就是第二张小蜜蜂之后，然后全部拆完之后才来下面那三张。玩心好辛苦哦，超长的这玩意。盖一个死者出生都比较好猜。天哪，这个蜜蜂的人脸好可怕啊、哦！这很恐怖，好可爱哦！我靠，这超恐怖。蜘蛛吧你？这个蜜蜂这个很可爱了吧？你的翅膀呢？这很恐怖啊！不会飞的蜜蜂啊！我刚好盖翅膀。步行虫。这东西很像在那种……这好可怕哦！世界不可思议生物会出现。对啊，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会有东西啊。重重危机，为什么？这个就是不是说拆电子网，为什么变成重重危机？好恶心哦，这个。下一题，这是第四题啊、哦。哎呦，第四题，时空之门。这个是一个游戏吗？时空之门。这不是最新的那个吗？手游时空之门是什么？是什么？新的手游？不知道哎、欸。那是新的手游，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看也看不。时空之门是个建筑，不知道啊。法师出的吧？我就猜叠那个，我就猜叠积木。法师出的吧？因为是我盖的。是啊，我出的。叠积木，叠积木怎么变成？叠积木，叠积木了，还有 combo 哎、欸。这个门啊，乌嘎嘎建筑。完了，哎、欸，乌嘎嘎建筑，这是小桌就猜的吗？然后，饭桶盖的，对，乐高世界，哇，乐高，我真的搞完了才，乐高也太大坨了吧，踩到好痛、哦，踩到完蛋了，对呀、啊，天哪、啊，五米高的乐高，快乐高，五米高的乐高是什么？它真的是五米高哎、欸，五米高哎、欸，五米高，这是五米高，一格就是一米啊，五米，你现在看不到五米高的乐高吗？看不到，对呀、啊，看不到，真的看不到。天哪、啊，第六题了，到不懂这是什么？这两题，这题什么？神隐少女的贪污。这是神隐少女的贪污。哦，我刚才到最后把题目换掉了。快哭！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贪污啊？是谁盖的？就汤跟。屋嘛，然后他们那个桥啊、欸。我一开始有看到神隐少女，我一开始有猜神隐少女的汤屋哎，可是我后来改大的。欸、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谁猜的？这人是在盖的太不可思议了，我知道请那个猜题的人自己猜。哈我不知道怎么盖。我下一个是谁啊？小朋友吗？对啊。哎、欸，你盖的很像啊！你看一栋房子，然后也很像泳池跟桥。哎、欸，还是下次我们就这样子啊，完全重现刚刚的玩意儿。模拟市民的房子，为什么？对啊，这我怎么盖啊？因为我想说会死人的游泳池啊，会死人的，我没有踢死人的。对，你可以这样玩哦。天哪，可以啊，可以，反正在关在里面。超级马里奥世界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出来，这是那个吧？超级马里奥走的吧？天哪，走的那个一条吗？天哪！超级马里奥走这个东西，而且为什么会有？你是把南瓜放在地上啊？长出那个雪人来嘞？没错，我们刚刚在上面血战，掉下来。为什么？最后一题，哎，女巫烧不死哦，女巫还在岩浆里面游泳，她一直喝，女巫不会死，一直喝水，还会丢防守。第一个家，史莱姆的第一个家，史莱姆，怀念啊！哇塞，哇塞，好怀念！知道怎么盖？呜呜，看得懂那个前面两个。好吧，我知道为什么我拿到那个题目了。什么？我盖的认真哎！家，看破他家，为什么？什么啦？我盖的，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Game Boy 他家 ，Game Boy 他家，我就照实盖出来了，这真的是 Game Boy 他家。Game Boy 他家，你没有，你没有开 Game Boy。
怪不得会抽到这个题目啊。没有一台完美的 Game Boy， 这就是他家吗？房子里的是旧式玩具机啊，你不知道这是 Game Boy？ 那、啊、为什么我的画不见了？我不知道。啊，被水手打掉了。我刚才想说这什么东西。我原本这里放了一个那个功夫的那个游戏的那张图。我懂。知道我要猜，为了要猜一个跟非现实脱离的东西。真的是电视机，天哪、啊！天哪、啊，没有人坐在那边，怎么贞子出来干嘛？贞子，你可能要坐久一点。没有看到贞子啊？对啊，而且椅子还是反的、欸，太难了。这椅子还坐反了，如果我背对电视出来要下來。哎、欸，你们椅子不会这样子反着坐吗？就打电动？为什么呀？什么？打电动？我小时候都会这样。真的假的？你说反着坐，然后头往后转吗？对啊，为什么？不是啊，你就坐着，然后头手就会跪在那个椅背上面打。为什么你要背对背着看？不是不是，你要跨在上面。哇塞！我这样跨不会痛吗？不会啊。会痛什么？结果我的童年是这样吗？我的汤屋。哦天哪，史莱姆，对不起你。到底怎么样？哇，你里面死心的、哦。被观众一直说。哇，好难哦。看得很丑，而且木木萧的嘴巴是这个颜色。我觉得那个魔人啾啾可以连在一起，还蛮厉害的。哎、欸，我多此一举，盖出了魔人啾啾、欸。哎，我是不是少盖魔人啾啾了？完全在变重点了，幸好不是猜一些人物。可是原本重点就是魔人，原本就重点就是魔人啾啾。魔人啾啾的家就是小镇子。他不是有一个火山上面的观望台吗？忘了。有吗？出场一下就输了，谁知道？该休息啦。嗯，天啊，拖到一点多，太晚了。哇，哎，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木木香啊，新的御三家哦，那超可爱的那只鸡，那只鸡。你要看我头上也是，我头上也是。哦，你先啊，我之后御三家要选它。看我的头，我要选那只猫。不，要选它。你要买3DS？选这只。没有，你要玩给我看。到时候来 PK， 我已经有 3DS 了。我一定会玩这个猫啊！你要玩猫咪哦？嗯，我要玩猫咪啊！我猫哎、欸，超可爱的，觉得很可爱。水海獭好，我相信有观众会送我。不，这上回。看棺材啦。房子在乱盖，可跑！完了，